橘色的部分是他们2009年认为只需要征收这些范围就可以做成桃园航空城，那是马英九政见兑现的时候的版本。但是我们发现的是，变成了吴世阳当县长之后，叶世文建筑变成营建署署长之后，到了2013年，黄色跟蓝色的征地部分全部都跑出来了。在这里跟大家报告，蓝色部分征收的土地大部分都被划为住宅区，几乎所有蓝色部分你们看到的都是住宅区。所以我们强烈质疑后面这个大规模征收的版本，3000多公顷的版本，就是为了炒地皮。我们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恶。安光城的计划根本就是官商勾结，这真正是官商的勾结啦，敢不是安尼？乌洞到百姓非常的悲哀，但是我纳税缴钱，我国会的官员。在台湾百姓的生活，敢不是安尼？阮全部的团体居民吼，甲死嘛要甲你吼，我七八十岁，甲死我嘛控制到底啦。自强街这些百姓，因为很多不知道，对中介公司啊来讲，他说啊，你们啊会换到很好的地方，你们一平地啊，政府可以啊补偿啊，你们1.5平啊，但是百姓都不知道，啊，由中介公司这些民意代表，啊，包括地方的黑道，都在讲，然后啊，有时啊，到12点排到住户家要他们签署，让他征收。然后本来这个自强街啊，他的计划第一次他们送审的时候，只有17%的啊，因为不知情，然后签署同意，后来被啊营建署打回去，营建署打回去，他们不死心，第二次再送，也是在30%下，不到到30%的时候，也被营建署打回去，然后再上一次的6月24号。营建署在审议的时候，他们透过另外一条街叫做复兴街，他跟我们自强设计完全啊没有关系的领长带头，以及啊各地方民意代表，包括中介啊，把复兴街的百姓联署在这一个啊我们自强街这一块地，然后造成啊他送审啊，在上次6月24号他说有经过70%的百姓同意，其实我们自强街啊他在整个联署上达不到30%。辛辛苦苦做水泥工哦，做20多年啊，变一名厝，较早也做70多年吼，拢工作起来做。20多年前才变一间厝来做，啊，即马哦临时讲绿色捷运都来做变做，全部我咧做。啊，即马要甲我拆一间厝了，我哦这条老命要再拼，拼到死要再拼啦，安尼。政府安尼欺负百姓，安敢对？政府是爱靠照顾百姓，安尼欺负人敢对？啊，看会当缩小范围吼，啊，剔除这个航空城吼，啊，这个绿色捷运吼，会当改修换位，安尼较适合的所在吼，莫对啊，甲冲入我厝。若要冲入我的厝了过吼，我无论咱哪拼到死，都要改拼，是足方便，我唔免捷运。六月底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可以陈情剔除征收缩小航空城范围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富国路有大部分的土地是共有持分地，共有持分地第一不能申请原地保留，第二不能申请合一住宅，所以你看哈，我们原本住在那里是透天厝嘞，整排30-40户都是透天厝，结果伊即卖若甲咱征收，阮有厝变无厝嘞，而且这都是祖先留下来的地，爸爸妈妈给我们一块地，我们在那边结婚生子，我们想要在那边终老哎，可是他征收之后，我们就没有房子住了，我们变成无壳瓜牛哎，所以他如果要征收我们的房子，我会抗争到底。他们都在吃政府的豆腐，哦，那他们如果要种田，可以添几万块，可以去旁边。换个十倍的钱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六月底的组委会为什么会被退回专案小组？六月底的组委会为什么会被退回专案？我们要求全区听证，除了可以让我们的居民的那个不要被腐烂征收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是我们要监督里面有没有不法的利益、不当的利益被在这个偷偷的闯关在这里。全区听证。全区听证，缩小范围，缩小范围。全区听证，全区听证，缩小范围，缩小。